你等一下走的，嗯，还会过江啊？我哑巴的，哎，不呀们，我讲哑天巴的。没不呀？哎，你录不进去都要走的？你干嘛了？我现在给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向我道歉，不然后果自负啊！妹妹不配，不配是懂不吧？懂？你出去找小妖精吧，妹妹不配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华。昨天因为跟媳妇两个人产生点争执啊，因为我想去外地上班嘛，媳妇不同意，所以我俩干了一架。你看见没？毛都给他拽没了。我来带你们去看一下现场的状况，老惨烈了。给你们看一下现场啊，这个是挂在墙上放茶杯的地方，几乎没怎么用过，也摔了。那旁边也裂个大口子，基本上是废了。这个是小喷壶，哎，也摔了，浇水的小喷壶。然后结婚时候丈母娘送的杯子，我好气呀、啊！这他都舍得摔，媳妇儿，哎，老摔这个不值钱的东西，没出息。昨天媳妇儿薅我头发，本来想用这个推子把我头发都给推掉，我看她以后还薅什么，但是我想了半天，还是有点舍不得啊，所以我半夜我发了微信给我丈母娘，丈母娘可能已经睡了，没有回我。我想今天早上一定会给一个大惊喜给我媳妇儿。这不是全怪我，冬天他爱管的，我也管的。瞎说，我没管，那都是你管的。啊！我去，你不要再说了吧，现在在外头都给我闲的坑着呢。那你还上床睡觉？里头肉麻都有2个小时的，你懂不懂啊？哎呀，我妈的，不要讲了，你不要不分青红皂白，每次都讲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起床了，起床都给我举起摄像头了，行吗？行，我知道了，对不起啊，让你又一次失去了母爱。知道了，嗯，知道了，真知道了，保证，下次再也保证。哎，我去家，你不能带我动手，丢人，真丢人，我操！行，我知道了，那挂了哈，嗯。这个大惊喜说不说完了？我给我清完了。几个？现在10:07，嗯，大劲儿连我也不掉。我求求你，嗯，你下次能不能不要叫我妈搞着？我真受不了，妈2个多小时。我说好，太感动了。冬天你管没管？我一个都没管，不要瞎说。我觉得不出去上班是坏事吗？不是坏事，我也没说是坏事，但那你是为什么这样呢？我要补贴家用，对不对？男人嘛，就要扛起一个家庭的大梁，是不是？两年。家里现在沉重两级大门，所以我出去扛啊，管我粗呢，小一个了，小什么东西啊？我很开心，我很感动，感动啊！我不感动，不感动，我一点都不感动现在。反正我们和好朋友，你打电话给我解释一下。硬的，没啥事，两下就划得实。真的。哎，我跟丈母娘关系好。那就行，那你说的哈，我说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是反悔呢？我不会反悔的，我现在呕的，一动的，去弄完去。是的，老公。大家觉得我这招狐假虎威用的怎么样？100%有效，但是就是不知道以后会不会产生抗体啊？那到时候可能我就换着花样了。不说了，再见。